这是一款道顿 DC-30 桌面式无线胶装机，使用方法如下：打开电源开关，将温度仪温度调至170摄氏度左右，加热期间 ，on 灯黄色，预热20分钟左右即可装钉，黄灯便灭。首先，将输出封皮压痕对折成平面直角，放入制本台内，靠近右侧定位柱，把内页闯齐，放入制本台，靠近右侧定位柱，闯齐，下部展平，推动制本台挤压柱柄加紧，翻转右侧旋转手柄，使书籍垂直向上，左手金封皮，右手匀速推动起刀装置，起毛一个循环，推动胶锅移动手柄，匀速刷胶一个循环，顺势翻转制本台，挤压停留3到5秒钟，拉开制本台手柄，侧翻，从下部取出装钉资料，将装钉好的资料放入制本台内，挤压右侧挤压手柄，使书籍冷却成型，反转，再次挤压，取出资料，一本精美瓶装即可装订完成。